我已经依照你嘅指示喺夜总会吊住阿 Bico 胃口，引佢落答。另外 ，Bico 揾咗阿杰少约我出嚟倾生意，变相辣姜同阿 Bico 已经落答任我去打。辣姜又搞乜嘢？点解唔同我汇报？佢会同台湾佬接洽？佢又唔记得汇报，唔得闲汇报，定系唔想汇报？你都系集中火力对付阿 Bico。 辣姜嗰边，你敷衍住先，等你同阿Bico嘅交易所有细节倾好晒之后，我就联络其他部门，仔细咁部署。明白，我知道点做，保持联络。Yes sir。 得唔得闲见面啊？而家好忙啊，做紧嘢唔得闲。咁几时得闲？ 可以嘅时候我 call 你啦，揸紧车唔讲啦。帮手不得止，你仲喺度左头左势。点啊，坚？大金哥啊，大镬啊！我唔知系咪食物中毒，而家又屙又呕啊！我谂我今日攞唔到货板俾台湾佬啦。你有冇搞错啊？我讲过呢单嘢唔甩得噶嘛？我都唔想噶。 要靠运，靠运先。我哋快将目标车辆跟紧佢。 前面红绿灯，截停佢睇下咩料。 约你见面你又唔出现，你走去运动又唔事前话声俾我听，而家出咗事又叫我嚟补镬。Sorry 啊，公 Sir， 发生啲咁嘅事我都唔想噶。莫一烈一直都同我一齐，佢临时叫我去攞货，我根本冇机会通知你。就算系咁啊，你都冇理由炒低伙计啊！而家好彩伙计唔死得啫，如果唔系你点咩啊？但系当时情况好危急啊，我唔撇甩个伙计，我根本就走唔甩，拉咗翻去，我 U C 个身份会黄噶。黄咪黄咯，黄咪翻警队咯，有咩大不了啊？我唔可以翻警队噶。 我花咗咁多心机先可以埋到莫一烈身，如果我而家退出行动，之前所有嘅功夫都系白费。就算我呢次保到你，你担保下一次唔会再发生咩？你知唔知呢次系有人报串噶？边个报串？我哋挂到个导游，虽然乜嘢都唔肯讲，但我知道呢个导游真系follow一大笔K仔数。唔使审，一定系 Bico 指示。你点解要咁做啊？仲有咩点解啫？而家系得我可以同佢争噶啫嘛，佢想做我好耐噶啦。 定系你同佢有咩搞紧，冇话俾我知啊？有咩搞啫？咪又系嗰啲嘢咯。咁仲有咩要向我汇报冇啊？暂时冇，冇咩新料到。啊！差啲唔记得月头添。知唔知点解每一次佢 handle 要亲手将份粮交俾个 U C 啊？我知。 要 U C 记住，真正嘅身份有一个警察，要维护法纪，维持正义。呢次嘅意外，我就保你，你以后就醒醒定定啊！如果你再犯，天王都保唔到你。Yes sir。
系咪你揾条导友报串啊？你冇嘢啊嘛？港九新界90几万条导友，我点知边个报串啊？系咪你自己泊车恰啲导友唔俾贴士，俾人整蛊啊？咁阿坚点计啊？林攞货食物中毒，有冇咁巧啊？而家出咗事就玩失踪，如果唔系你收买佢嚟线，我会劝导者。你自己管唔掂条僆，你赖我？有证据攞出嚟，唔好老屈。 我有证据，佢一早怼咗你啦！系咪阿哥惊你啊？曹金梅啊！喺我面前话开刀，系咪当我冇做啊？嗱，辣姜，你一日未刮到阿坚翻嚟，你讲咩都系冇用。总之我发散晒啲兄弟，出去刮个二五仔翻嚟。如果俾个知道佢真系出卖我哋兄弟嘅话，我一定唔会放过佢。 清唔清楚？一系我都帮下手，挂条二五仔咯。费事辣姜哥好似苦猪咁喊苦喊忽。你咪仲想玩嘢啊？我帮你就辣姜哥，你知唔知你濑晒嘢啊？你放条台湾佬飞机，人哋几兴啊？好在少杰劣翻顺佢咋。不过台湾佬话你做少少嘢都濑晒屎，以后唔信你喎。 二哥，台湾佬呢单嘢我再同佢倾啊！咁大件事，你都系唞唞先。阿哥，你跟。上啦。阿勇哥啊，辣姜啊，之前甩咗底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冇时间再倾下？又倾？你个兄弟 Michael 已经同我倾得七七八八啦，冇似必要啦。阿勇哥啊，我而家饮紧茶，有咩迟啲再讲啊。 香港，你遇到的那个陈志勇是否另有其人呢？我想我知道他是什么人。那好，如果你再需要什么资料，就通知我好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 龚 Sir 之前一直错我，原来安排咗个 U C 扮台湾佬，唔怪得个台湾佬一搭上 Bico 就唔再骚我。咁即系话龚 Sir 一直知我隐瞒卖 K 仔俾台湾佬嘅事，佢知几多嘢？佢仲会唔会信我？烈哥会唔会捧我上位咧？点行好咧？ 辣姜点都估唔到，我会一镬桥起佢，仲要抢埋台湾佬单生意。好在少杰识得台湾佬，如果唔系台湾佬都唔会咁易落斗。咁多多求哥你俾机会我啫。茶你饮咋？好。喂，少杰，冇烟，我咪放烟。 哥哥，你上嚟之前唔系买咗把新嘅啦咩？都话你细心，等我落嚟帮我做嘢。哥哥，小杰喺出面俾两个便衣塔咗，话佢涉嫌强迫人吸食毒品同推人落楼喎。带你出去。 乜差佬一定认错少杰系我，咁而家点算啊，哥哥？哥哥，你叫少杰去买烟，就想啲差佬拉佢？啲差佬四周围刮紧你，我唔交人出去，佢
佢哋点会收手？大哥哥，你啱先话睇重佢，而家系揾佢嚟做我替死鬼，佢系我细佬嚟噶。放心啦，少杰冇做过，你差佬坐佢唔入嘅。我而家要用佢扰乱警方视线，方便我哋做嘢啫。做嘢？过两日有批货品送俾台湾佬，如果佢满意嘅，以后就一季一季永过台湾，所以一定要留你喺身边帮我手。总之，我帮烈哥搞掂台湾佬呢条水，以后个世界就系我嘅。到时咪俾翻细佬你啦，收到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